家。因为最近有一些事情发生，所以我可能以后都不能再录 vlog 了，我也很难过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这可能会是我最后一期 vlog 了吧。骗你们的了，今天是愚人节，愚人节快乐。我们现在准备要去干嘛？买普兰。我家的各种饮料瓶子太多了，然后今天就打算去 Maxi 把这些瓶都给卖了。你预估一下我们今天能卖多少钱？3块。我来点点。我说2.5块。好，2.75块以下你赢，2.75块以上我赢。好。赢了有啥奖励吗？这样吧，谁输谁今天晚上做饭吧。好。成交。成交。这个就是卖瓶子的机器，然后把瓶子从这个洞洞里扔进去，这边就会显示扔了几个瓶子，然后会给你多少钱。来记录这个时刻，再记录这个时刻。不做了，我不管。晚上满汉全席不？咋能这么多？快有2月没有卖了吧？哇，咱今天有望破4呀！对呀。我们总共有73个瓶子，然后是4.7块。下面按这个绿键，它就会出来一个 coupon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拿这个 coupon 在 Maxi 买东西啦。我们买了2袋 Oreo， 一盒橘子，还有一个橙汁。黄老师非说要尝尝这个冰激凌，你说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牛长得特别萌。然后他还非要挑一个香蕉味的，不好吃你得都吃了。好。走。我俩刚才商量了一下，准备晚上吃 kimchi fried rice， 但是家里面没有 kimchi， 所以我们俩现在就只能去离家里最近的一个中国小超市，看看里面有没有 kimchi 可以买了。我家旁边这个小超市叫福泉。这个超市虽然小，但是基本上什么样的货都有。哎，看见了 kimchi。 对，来喝辣椒。你要做什么？豆腐汤。豆腐汤配 kimchi。 嗯哼。我们晚餐的配料基本上都买好了，我还买到了一个陈皮，还有这个龟苓膏。上次我跟黄老师我俩买了，然后感觉味道特别好。这里面就是满满的龟苓膏，然后有一个茶包，然后有一个奶球。开心，晚上有饭吃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1、2、3。哇，这个豆腐汤的味儿，简直跟外面卖的一模一样呀。样门。特别像。看看这个辣白菜炒米饭。下面由黄小厨进行最后的点睛之笔。这个海苔碎超好吃的，平时蒸完米饭撒一点就特别下饭。尝尝。你咋做的？我就是随随便便就那么一做的啦。好棒呀。我现在要把这个蛋戳破。太喜欢人了，里面有五花肉，然后有 kimchi， 再加上一点点蛋液，还有芝麻和海苔碎。我这一口真的是真的是太棒了，简直就是1万分。吃饭。吃饭。Morning， 大家早上好。今天我要来这个地方做一个入职前的 orientation。我之前一直拖着没有来这儿做 orientation， 一直到前几天那个 HR 给我发邮件说你不做 orientation 就没有工资了。我一听不给我发工资，那哪能行？所以我就赶紧来了。
现在我要来 RBC 一趟，因为前几天我忘了我debit card密码了，然后输了好几次，卡就被锁上了。今天要来把锁给解开。密码终于改完了，我现在准备要去上课。从这个地方坐车和走路到学校的时间是一样的，我是应该坐车还是走路呢？感觉今天还挺暖和，好像2到7度，我还是走路吧。我真的是太后悔走过来了，说是暖和，可是一点儿都不暖和呀，冻得我这大鼻涕直接往下流，冷死我了。看着操场上的雪，到现在都没有化完，关键是现在已经4月份了，再过几个礼拜我们就要放暑假了，真的是暑假，感受一下我内心的绝望。现在是晚上7点，我终于到家了。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晚上黄小厨在做啥。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还有多久能吃饭呀？15分钟。今天晚上为啥要这么多菜？只是想做个凉菜，但是拌黄瓜有点单调。现卤的猪耳朵，这个是辣子鸡，番茄炒蛋啦。而且我们准备要喝这个龟苓爽，生活水平真的是日益提高。没有什么是一顿饭抚慰不了的事情。我已经下课了，现在来找黄小厨吃饭，他已经帮我把米线点好了。今天这风给我吹的整个人都傻了。好了吗？没呢。这快呀。快吧。刚坐下来就有热腾腾的饭端上来，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吃这么硕大的排骨是有点不雅观，但是味道真的挺棒。吃的实在太饱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去逛逛街，然后准备晚上看电影。这个好可爱啊，树懒的。这个嚯，辣眼睛。发现啥了？咱是不是应该给杨思聪换一个好一点的住宅？杨思聪已经不久一世了，我估计。黄大爷，咱下一次去菜市场是不是应该买个这个篮子？回去我把我姥姥家那个拿回去。现在来换电影票了。今天晚上这个电影反正也是个超级英雄，有咖啡，我估计应该不会睡着。看这个激动的小伙子走多快，你等等我呀。快点吧。其实电影还有好久开始呢，都急到不行了。看今天晚上看就是他，是他吧，没认错吧。对呀、啊、时间。时间啊。包也拿着了，超棒，家里又多了一张海报。那我们现在就回家。有记者在采访刚看完首映的人是啥感想？热心群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错不错不错。你买的冰淇淋，尝尝这个 banana 味的，好吃吗？这个香蕉的味道不能再假了，香精色素合成的。你答应了，
说了咱吃也要吃完的。我们这两周已经到 final 了，准确来说下下个礼拜就要毕业了。这就是我俩的一周，你的一周是什么样子的呢？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下周再见。那一大桶咋办？吃。看见你写啥了，我一定会给他改个名儿的。你啥都没看见，啥都没看见。